就问一个外甥女，她是2012年生的，属龙的，2012年属龙的。嗯，很好啊。嗯，她的身体怎样？啊，身体啊，现在我看这条龙一直在云当中飘来飘去啊，游来游去啊，很活啊。嗯。啊，她特别聪明啊。啊，很聪明的。嗯。啊，她的图腾颜色什么颜色啊？金黄色的，这孩子不得了。哦，以后好的，以后大起来很好的，嗯。哦，哦，好的，师傅，他没什么父亲了，灵性没有，灵性没有，他上辈子也是一个男的天官，很厉害的。哦哟，这孩子的脸相，这孩子的脸相都很好，嗯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。